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最近非常热门的游戏，叫做《集合吧动物森友会》。耶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吧，而且蛮多人推坑我玩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玩看这款游戏吧，《动物森友会》。呜，很兴奋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你好，欢迎你的光临，光临。这里是无人岛。豆梨盒。我是莉莉 ，OK。哦，这两个可爱的动物叫做莉莉。OK， 那么事不宜迟，下面就来进行渔具的准备工作吧。首先，要确认是你客人的名字和生日，所以他要我的名字和生日。OK， 那我的名字就阿刺好了。OK， 好了。然后我的生日日期是2月5日。好了 ，OK。阿四，嗯，好的，确认到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先让我为阿四拍张照片吧，照片吧。你有足够的时间 ，OK。哦，这样可以选角色诶。OK， 我就选男生的吧。这个皮肤吧，这个比较白一点。然后头发，哇哦，还有这个，哇，还有女生的头发诶。等下我是男生，我要选男生的头发。这个好吧，就这个吧。这个我觉得他的头发像 popcorn 诶。哇，还有颜色可以染发，就黄色的吧。诶，等下有灰色诶。好吧，就这个灰色吧，灰色也蛮酷的。然后眼睛就这个吧，然后还有嘴巴，哇，还有鼻子，圈的鼻子，四方形的鼻子，那就圆形的鼻子吧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脸颊耶，哇，还有脸颊，诶，等下这是腮红吧？选这个有腮红的吧。我觉得头发的颜色就换黑色好了，我觉得白色有点老。确定用这个模样可以吗？好咯 ，OK。哦，感觉相当不错呢，不错呢。那么我就用这张照片为你登记咯。首先，总公司无法计划，因此我们准备好了。北半球还有南半球，它有两个地区给你选。OK。对了，阿四，你现在是住哪个地方呢？海外，诶，原来说西方地方的，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大致在哪个地区呢？亚洲，原来如此，因为你中文很好。废话，我中文当然好，因为我是玩华语版的，当然。哦，所以我位于一个北半球的岛，如何？北半球吧。请选择你想要移居的岛吧。顺便说一下，不管哪个岛，无人岛毕竟是无人岛，所以他给你的岛就是一个没有东西的无人岛了。OK， 哦，选地图哪一个好呢？其实都一样啦，我觉得选这个的吧。好的，好的。还有这个问题。如果只能带一件物品到无人岛，你会选择这里的哪一件？睡袋、灯、食物、打发时间的东西。我会带灯吧，因为无人岛我怕晚上的时候没有灯，因为它没有东西，因为我需要灯去找那些食物啊那些。请下广播，所以我要前往无人岛了。飞机准备好了，那么阿四一起出发吧，出发吧。各位下午好。概念影片。哦。哇，还有个抓昆虫，哇！
还有的钓鱼耶，还有的抓昆虫，哇，还有雪，还有冬季耶。哦，感觉蛮好玩的，还有的钓鱼。还有水族馆，哦，没有了，哇，感觉很好玩的这款游戏，哦，来了，来到我的无人岛了，哦，长度零之国，抱歉，虽然刚刚才到达。哦，跟着走。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营长吗？请开始点名哦。乌鸦的小剑，阿赤到。好的，好的，你辛苦离。欢迎光临。他讲话好像变快嘞，他讲话了。我们工作人员到达，为大家提供。比如说，首先我们需要各位去寻找自己睡觉的地方。对，所以来到了无人岛，我们想要去搭帐篷。因为无人岛嘛，肯定是只能搭帐篷而已，所以我要去找帐篷啊！等等，阿四，请先到你那儿领取帐篷。哎，电脑吗？好了，这个是阿四帐篷。哦，有帐篷哦！这个岛地图也交给你喽。慢慢坐起，按下地图指标回到这里哦。请坐好。OK OK。所以我现在去搭帐篷，我们要找一个适合的地点。我们可以看什么？哦，这有帐篷，也是可以摇树的嘛。哦，哇嘿，哦，可以摇树了。先拿那些木头先，哎，等下不能拿，还不能拿这些树枝哎，好吧，先搭帐篷好了，就搭在这里吧，靠近这里的，好吧，就在这里搭帐篷，就在这里，要在这里搭建吗？想象一下，哎，这里也是蛮不错的 ，OK， 这里，好吧，就这里吧，就是这里了。哦，搭起了自己的帐篷，踏出无人岛生活的第一步。然后我要回来这里。诶，等下我发现他跑路了，好像他跑的时候好像哪儿多诶，他锁在后面了。你搭好帐篷了，另外两位还没回来，我想他们还在找东西呢。在这里待着很无聊，不如去帮忙他们吧。OK， 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我的伙伴呢？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哇，等下我摇到了，我摇到 Cherry 了。跟这人讲话。好的，阿四，你已经找到好地方了。这边找到好麻烦，不过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感觉不错呢。看看是否符合。如果把帐篷搭在这里，搭在这里，感觉会是这样样子。太太，我觉得不错啊。他因为
还有一位小镇，不知现在状况如何。OK， 我去找另一个队友了。哦，他在这里。OK， 小剑。现在帐篷了，我打算能享受这个地方搭帐篷。比如说这地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我有更好的推荐哦。你要给我选择一个好地方。哦，要不就搭在我旁边。OK。要不搭在我旁边好了，这么麻烦。这样的话，建筑物之前的距离太近，还是选别的地方。What the hell？ 哎，这里吧，这里比较空旷一点。好吧，就这里。想象一下。哎 ，OK 啊，这里，而且又靠海耶。好了。耶！这样一来说人都能定了，回广场去吧。对，大家都回来了，你有没有找到喜欢的地点呢？先试着这些吧，要是觉得有不方便就给我处理。好了，这边来，大家有。那先去我当然了，这边走。好的，就这么疯狂的做。所以有四人在这里哦。OK。哦，我要负责收集燃料。OK。那我现在寻找燃料吗？必须的材料，请和尼克市长确认哦。诶，我要找什么？那么阿四，请先捡一些能用来生火的细树枝吧。再捡十个。OK。OK， 交给我吧。所以我现在要捡那些树枝，没错，这里。OK， 我要捡十个。再摇看这个树，摇。很可爱耶，看下来有多少了，还差一个，再摇。 OK， 我十个了。尼克顺利收集了数字，那么请先把东西放在我这吧。哦，寻找食物，现在要寻找食物。樱桃 ，OK。收集六个樱桃。OK， 现在要寻找樱桃，简单。这里。OK， 捡起来。这里还有，哇，等一下什么东西哦？刚有一个好像蚊子的东西飞过，哎，等一下还有多少啊？好像是六个，我好像捡多了，没关系吧？看你已经顺利，那么樱桃放在我这吧。哦，到网上了，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你那么点燃萤火吧。嚯，拍手。我是在很多地方。你说你。想一个岛的名字哦，现在可以选岛啊，可以取一个岛名字哦，就叫阿赤梦幻岛吧。因为我希望这个岛呢，可以成为我
梦中想象的一个岛，OK，阿次梦幻岛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好了，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想好了，咦，那么大家一起名字念出来吧，一杯，阿次梦幻岛，这样尴尬。我按信息报名字。提案的名字是耶，希望我可以，希望我的岛可以成为我梦中的那个岛啦。就是说，是梦幻岛的。耶，是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的。让我们干杯！哇，还有水耶！他从口袋要拿出个饮料。干杯！我今天应该是回去睡觉，休息和一刻打个招呼吧。是玩的开心呢，接近我。那我去休息了。还有职场管理，准备工作。从明天起就要开始真正的岛上生活了，要保重。所以呢，我就要回我的帐篷睡觉。哇，我的帐篷里面还有两个箱子。哇，有一个灯，还有一个 radio。OK， 哦，可以打开了。哇，等一下可以在这里蹦迪。嘣嘣嘣嘣嘣，然后还有这个收音机，在播放，电子播放。OK， 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帐篷了。然后没有床的吗？没有床啊，没有床，我想睡睡地板吗？可能是在我背包吧，我觉得。露营床哦，有了有了，露营床。对啊，也蛮美的那个床。哦，可以了。要稍微睡一会儿吗？睡一会儿，哇，感觉好困。哇，接下来，你还是在做梦吗？梦那个小狗在弹吉他。不少哦，也不用。就是想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，真是太棒了。不过呢，一旦一个人生活，有时候也会觉得寂寞。如果是没通吗？感觉就完全不通了。留下来说，所以之后我可能会找一些朋友，这样就不会这样孤单了。对对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比起一个人生活，大家聚在一起生活，你会更快乐。当然呢，好，但你的人气增加后，散户了。最后一周，所以我可能会找一些找我的朋友了，或者你们观众有玩动森的话，也可以叫我哦。你喜欢乐力，他们看小离，又起床喽！哇，早上了，各位早安！哦，我睡着了。哈哈哈，原来如此。顺便说一下，今天正式开始生活了。首先要给你这个，哦，等一下有手机了。哇，等一下还有，哇，哇，直接给我一个手机耶，哈哈，欢迎。哦，有手机了。信号良好了。
哇，在一个无人岛上，也给我一个手机用，谢谢你。你以前用过手机吗？我用过哦。这是我新手机，这是三，和普通手机大致相同。哇！那么还有一个东西要给你，还给我什么？没错，就是个移民套餐计划。手机费通通在这，总共哇，49,800，所以我要给这个债，我没带这么多钱哦。等等，当然啦，我空身来这个无人岛，哎，开玩笑。这不是 Note 几和 U 计划，礼数。哦。哇，49,800零钱。这样只要5000礼数。OK. 哦，新生活开始了，想做什么自己决定就啦 ，Let's go。OK， 所以影片也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玩动物森友会的影片，喜欢喜欢。那这些还想看我玩动物森友会的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那如果反应好的话，我就会持续拍这个动物森友会，然后你们也记得点个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也记得追踪我的 IG 和 FB 粉丝团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